你有等一分钟哦。两分钟，他说，对，这还没到就要杀了，对啊，快到。三分钟哦，四分钟，剩五秒，哦哟，过这一圈，他就发射之后，然后他就会，啊，你太搞了，可能没有过地，所以要过第二个关格的跳台，两个跳台过完才很难。哦，对，你看德哥会帮你，然后第四个。
电车是比几分钟？八分钟。六的六分钟而已哦，如果比八分钟，你已经被人家超过去一次了。你现在假设是第二，你就是要又要快，然后又不能失误哦。七分钟哦，能撑多久就继续撑。八分，你这样比赛这样长，有算有跑完。太多，他会整个甩掉。六的，你这个就是，你这个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，有没有听到？你那里就没必要这样子，只要快，那里就是一定这样啊。九分钟，继续撑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要十分钟了，我觉得可以进来，不然电池可以休息了。这一圈进来好了，不然那个应该很烫的。你连很少连续这么久。我拉条纹了。